我们今天要示范的，用水墨来画这个，来写生这块石头，啊，这个石头算是比较简单的造型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要注意这个石头它有几个面，啊，最重要是上面这个受光面，还有这个右边这一面，还有左边这一面，啊，它至少分三个面，当然三个面里面还有其他的变化，但是在表现上的话，这个石头是十分三面啊，我们在表现的时候，不仅是笔墨来处理出石头的造型，还要穿插表现出石头的肌理跟它的质感来。啊，这个石头是一个很简单的山水的一个基础。那石头如果练得好的话，用来画山就比较没有问题。真的会比较深一点。画石头的时候，这个石头的轮廓跟穿插要一次来。我们在这个线条的时候要肯定它这个上面有一个面。中锋跟侧锋要穿插一次的，用擦笔表现它的质感，用线条表现石头的这个纹理，就是它的肌理。然后上面面的地方，我们要再穿插一下，能够显现石头的质感。这个画好了之后，这个线条啊，这个墨都完全干了以后，我们才可以先染，染它的明暗。那这个石头也是一样，你看，我们至少要分三个面。这个是生仙子，所以我们在染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干脆利落，顺着石头的纹路来染。
上面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有凹凸，给色盲做出来。现在是挡出它的明暗，挡明暗的目的就是让它更有立体感，第二个让它更有石头的质感。我们这边再加强一下，修饰一下。啊，这就是如何写生一块石头，这个都是最基本的。山的基础就是石头。所以这块石头呢，它上面有一个面，那这个底下呢，至少要分三个面。